的个性就是比较温吞一点。我常上班很忙的时候，他都就是送东西给我来吃。他脾气比较好，比较会替人家着想，就是跟我合得来啊。在我睡不着的时候，他都愿意就是打电话给我，他都会知道我不喜欢吃什么。咁佢系一个比较贪靓嘅一个女仔。最唔中意就系佢冇记性啦，经常跟我出去逛街啊，也不会嫌烦。And have many different wonderful experiences。很有爱心，真的很幸福。他早上起床的时候都会有起床气。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。他看我一眼就知道我在想什么。他很体贴。走吧。